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詹老师。今天我们要来念第五课。这件外套怎么样？这件外套怎么样？高丽亚和丽莎在百货公司。高丽亚说：你看，这件外套怎么样？丽莎说：样子不错，颜色也很好看。高丽亚说：蓝色的很好看，可是我想买一件黑色的。丽莎说：你穿中号的吗？高丽亚说：我最近胖了，中号的太小，得穿大号的。丽莎说：你看这条裤子怎么样？我想买一条白色的裙子。高丽亚说：很好看，你试一下吧。丽莎说：虽然这条裙子很好看，可是太贵了，要120块钱。高丽亚说：那么这条长裤怎么样？高丽亚和丽莎要付钱。高丽亚说：小姐，请问一共多少钱？小姐说：两件运动衫，一条长裤，一件外套，一共116块5毛钱。您要刷卡还是付现金？高丽亚说：刷卡，这是我的信用卡。小姐说：这是您的东西，谢谢，欢迎再来。好，这是我们第五课的课文，请各位同学念一念，记得要录音哦。你们都很棒，加油！